哥哥回来了。朱大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趴在门口啊？吉家哥哥，怪兽把我们的家给占了，他还把我赶了出来。什么？这个可恶的怪兽！你在这等着，让我去收拾他。吉家哥哥，不要去啊，危险！弟弟没事，我去去就来。我先来看看客厅里有没有怪兽。门后面没有，沙发底下也没有，这个狡猾的怪兽会藏到哪里去呢？看看卫生间有没有，浴缸底下没有，浴室里也没有，让我再来厨房找找，灶台底下没有，桌子底下也没有，我再来卧室看看，柜子里没有，被子里也没有。哼，我知道了，怪兽八成是在床底下，让我看看。臭怪兽，你果然在我家床底下藏着，赶紧给我出来，我迪迦可不是好惹的。哼，我出来又怎样？赶紧离开我家。你说错了吧，现在这里是我家。哼，那就让你看看我迪迦的厉害。降龙十八掌，佛山回脚，咏春拳，我打打打打打。哎呀，别打了别打了，我走还不行吗？哈哈，弟弟快回来吧，我把怪兽赶跑。